出埃及记第38章。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，是四方的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，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铜把坛包裹。他做坛上的盆、铲子、盘子、肉茬子、火鼎，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。又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，从下达到坛的半腰。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，作为穿杠的用处。用皂荚木做杠，用铜包裹，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，用以抬坛，并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。他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，宽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北面也有围子，宽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院子的西面有围子，宽50肘，围子的柱子10根，带卯的座10个，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院子的东面宽50肘，门这边的围子15肘，那边也是一样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，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。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，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。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。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，宽20肘，高5肘，与院子的围子相配。围子的柱子4根，带卯的铜座4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。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。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，是照摩西的吩咐，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。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萨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，他是雕刻匠，又是巧匠，又能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。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，按圣所的瓶有29他连德，并730舍克勒。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，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德，并1775舍克勒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，从20岁以外，有603550人。按圣所的瓶，每人出银半舍克勒，就是1比加。用那100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，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。100他连德共100带卯的座，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德。用那1775舍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，包裹柱顶，并柱子上的杆子。所献的铜有70他连德，并2400舍克勒。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，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，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，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。